两只监狱兔被关在监狱。一天，有一颗神奇宝贝球滚到狱主旁边，突然出现的一颗球让狱主们忍不住踢起球来，结果一个射门，神奇宝贝球滚进监狱兔的房间。绿色监狱兔正跳着哈萨克舞，没注意到球，于是踢到那颗神奇宝贝球，弹到红色监狱兔的肚子上。红色监狱兔一生气，就拿起球往门上砸过去，于是可达鸭就跑出来。可达鸭两手按头，两脚张开，大喊：老大，我来救你了！过。两只兔子于是互看，绿色监狱兔对红色监狱兔说：老大是谁？红色监狱兔问可达鸭说：谁是老大？可达鸭指着红色监狱兔说：就是你呀、啊、你忘了你是老大吗？呱。接着说：其实我已经挖了一条地道，只要我们把马桶搬开，就可以从那条地道逃出监狱了。呱。红色监狱兔马上对着绿色监狱兔说：你是小弟，你来搬马桶。于是绿色监狱兔嘴里哼着歌：嘿哟嘿哟，搬马桶用力拔，拔拔拔，快点把马桶拔起来，嘿！用力将马桶往上抬，没多久马桶被移开了，大家迅速地溜进地道里。用餐时间到了，狱主来送饭，发现里面没土，大吃一惊。仔细一看，发现马桶移位，而且还出现一条地道，狱主便大叫：啊，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，那两只兔崽子逃跑啦！于是呼叫狱主们立刻展开追捕。当狱主们纷纷跳进地道后，却发现地道竟然有岔路，于是狱主们分为两队，各走一条。往左边走的狱主们走着走着，突然掉进海里，只听到啊啊！倒霉死了，原来是陷阱。往右边走的狱卒们则幸运多了，走到底发现头顶上有个盖子，打开盖子，原来是大马路上的水沟盖。第一位狱卒冲最快，但正当打开盖子打算爬出去时，路上有好多车子迎面而来。哎呦喂呀！第一只狱卒被车子压扁了。过了几秒钟，等到了车子等红灯的时间，其他的狱卒才顺利的爬出来。此时，两只监狱兔与可达鸭已逃到了大楼楼顶。由于已是早餐时间，红色监狱兔的肚子便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。他说：我肚子饿了，哪里有食物吃？可达鸭说：哇，还好我随身携带神奇宝贝饲料，老大请享用。哇。红色监狱兔不屑地说：谁有吃饲料啊？绿色监狱兔跟着说：我也好饿，好想吃东西哦，刚刚走上来的时候，四楼好像有个卖场。
于是他们下到四楼偷卖场的红萝卜吃，吃得很开心。但绿色监狱兔说，红萝卜都吃完了，怎么还是好饿？他接着说，太好了，旁边有菠菜。他们又拿起旁边的菠菜往嘴里塞，因为逃狱出来实在太饿了，菠菜吃完后还拿着番茄汁。突然老大开口说，我口渴了。绿色监狱兔说，报告老大，刚刚顶楼好像有个水塔。于是他们又冲回顶楼喝水塔里面的水。绿色监狱兔喝了太多想尿尿，就跑进厕所尿尿。这时候听到警铃大作，吓了一跳，这一下吓醒了，原来是闹钟声响。绿色监狱兔做了一场梦，更惨的是他发现自己居然尿床了。啊，我又尿床了。